Hello，兄弟，哎，听得见不？OK，进房了，进房开干了。你拉我吗？行，我拉你，我拉你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手有点抖。别手抖了，别手抖了。问一下，问一下他们够不够？啊，谁看暂时啊？开诊。哎，我顽皮，可以。啊，不是吧？玩个自定义还要 ban 批？好像是我 C 错了。算了，没事，随便搬嘛，随便搬一下，随便搬一下。很高兴不用掺和这一场。打 LPL？真 LPL，我跟你说，我所有的设置都是按照那个来的，密码也是。可以。蛋哥，那我再蛋哥啥？蛋哥，开课。哎，哦，屏幕黑了吗？来，谢谢 HETIE 的虎牙一号，感谢。结束了，那就结束了。怎么说？第一把你玩什么？女刀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想玩上户，他们要搬啊。别搞了，别搞了。他们要搬的话，我看那我对给面你选选什么吗，吧，小反正虎？我是5楼。我大概率会玩 AP，我估计不会玩到美。当然你自己选吧，我就先选打野了。行，那我先选，搞个能跟你配合的嘛。怎么说？这个？可以，无敌。犯我德邦者，虽远必诛。还行啊，你五楼 count 一下。康特被打爆会怎么样？直接下机了。哦，不对，他们 count，他们五楼。哦，不过对，他们正四好五知楼道。应该会，他们三四楼应该会全中的。没事，就搞个发条。还没完吗？没搬。这个自定义它只有六个班位的。这样吗？他们哪个是重单？不是吧？哦，你坏了！看，哎，来了！来了！完了呀！让我想一想，古拉嘎斯，乌拉嘎斯加小虎。混吧，要不混一手？这个我想想，这个还感觉是。打中野这样有点弱。我想想还有什么呢？哎，我怎么卡了？辛拿，哎，辛拿不错，辛拿不错，真的。妖姬也行。啊，妖姬也行，妖姬可以。可以，好配合，哇，我们这阵容还不错。完了，我无了，我感觉。别无了呀，好打好打，别紧张，别手抖。我直接带一手法力两线加超人，快混。
点手攻速可以吧？应该。你点 CD 吧，感觉点 CD 或者点法相，不用点攻速。我怕漏刀啊，算了，还是点攻速吧。也行。些黑铁的火锅。我真的感觉人有点慌，真的。别慌别慌，正常打就行了，就跟平常我们双排一样的，正常打正常打。子信，哦，你看了 VPN 没啊？看了看了看了。可以。不知道是饿了还是怎么样，感觉手一直在抖。我不会等下得不到回队馈友也吧？不给我一点反馈。哦，那我多给你点反馈好吧，这个。中路，等下你看经典套路。来加你这个号好友了，这不是我的。这个小号加了也没用啊，他自己玩的不是这个号的，这个是我小号。不是吧？怎么没有表情啊？过。先发个表情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轻点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为了父王。没事，这把让你体验到销户的待遇。销 户就是在中路刷刀，我懂了。不，这是 MLX 跟销户的套路。可以。好活跃啊！都去下路了，麻将。这么活跃吗？追！这个刀上！我没意啊，直接给没你死来了。了。呜呼，nice，可，nice，惜就是没表情，确实，就拉个符号啊，还可以，对他没有这个没设置表情在里边，这波还可以，他没踢，哎，完了，差点没抢了，我撤了，啊，痛。不过他还有闪，下波你念的还是死的。我也有闪没死的，我只要 E 到，我跟闪对，他走不，E 到了。就死。
嗯，这波线有点多啊，我吃个河蟹再来吧。嗯、来的来的，来的，吃个河蟹再来。你压的还挺凶的，真不怕抓。换个经典绕视野。等我等我。大概十秒，大概十秒。说实话，可以上了。一秒。这个刀，慢点交易，慢点交易。可以可以可以了，可以了。Nice， 好练。哦吼！但好像这可能吃不到了，吃不到了。Nice， 哇，这个跟闪可以。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手又不抖了。手又不抖了。哎，坏了。这个被反馈了就不走了呀，确实下路抓不了，算了。你说销户的待遇，对，很久没有体验到这种感觉了，打个单排都是被抓的那个，确实。他这波没闪了，感觉还能再继续了。没闪了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嗯，下波线，或者我先手也行，我先手。他这个回对线，可以可以。这波回对线。嗯。呀、啊，我一直他就是。这个刀，上。没闪的。踢到了，好练。哎，走走走走。TP 了，走走。我帮你 EQ 了，我 EQ 了，走走走。走走。快撤，快撤，快撤，撤撤撤撤。我操，这三亿元大将打麻将了，开始啊？是吧？是。哎，等我换个姿势，等一下。哎，九龙在你右边，往后面走。没事没事。九龙在反蹲，你多有技能？我有啊，我有。好，来吧来吧。没事，他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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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烫死了，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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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、这个伤害不够深，这波线我控制就行。嗯，可以，我刷完下路，刷完修人币了。嗯，普拉加斯又来了，干嘛？嫌你啊，不让你飞线。别用大招。他应该去吃 F6 了。嗯，哇、哦、有闪吗？小野喵喵 Nice， 把下路推线撤了。哇、哦，有战士了，好舒服、啊！他发条闪现跟你是一样的，他发条闪现跟我一样的，对，还有一百秒还倒。等我等我，吃个红直接来。哎，在家里怎么有助攻啊我？旗子。嗯，对对对。哎，上直接来吧，卡个时间点。这波他应该想不到我杀个真心，他可能太阳。没事，我这波直接闪现狂。漏、哎、车了，不完了。等这个刀，这个刀，这个刀，这个刀死一瞬间。你往后面站一点，没事，拿双踩上来吧。来，哇哦，怕死了你。Nice 啊！这两个，啊、你交闪了是吧？他没闪现，只能死。尤其我们这两个英雄要好配合。嗯，突然欠吃。打好了，打好了。来了。要不你吃了吧？你吃吧，你吃吧，你吃。
我这把发育挺顺的，我要发育不顺的话就要笑啦了。只要你没蓝的话推不过线就会很难打，打发条还是要难的。他闪现好了，感觉没必要搞他了，我们去杀对面打野吧。哎，可以可以去陪救，可以去陪救。酒桶没啊？来了来了，先杀谁？先杀陆啊，不，先杀那个 AD 吧，先杀 AD 吧。没事，你陆秒了，陆秒了，陆秒了，把你给掏了。你走，你走，走 ，nice 啊！哇，那可以让 AD 去中，让 AD 去中吗？我怎么三六个头了呀？这就是得到反馈之后的你吗？哎，他没去中路吗？我还想再推一波呢。哎，现在手还躲不？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 ，OK， 很爽。我一直撸中路呀，这也太爽了。但是我还是要输女妖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。女妖重要，没得商量。兄弟，确实这把也可以出，波比 W 能中野这个，而且中野很痛。对，他们中野双 AD 水银鞋真可以出。看一下打野的呢？感觉又回来啊。怎么这么压线啊？我不知道，给你送回啊，两个都没闪啊，不对，露露可能有闪， AD 是没闪。我中路算了算了，我就不来了，我中路卡不见了。哎，你去龙不？对，我去控龙，我去控龙，去龙再闪啊。严俊泽没闪啊，想抓他射得好快，开龙了我。哎，四八二不要不，十万龙四八二吧，你陪我先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十万直接四八二，我直接先手买，然后一波挑选。可以可以，发条这波来不了应该。你家直接双踩，你家直接双踩踩 AD 就行了，我直接二框他，然后一 Q 走。等等等等等，这么行？算了，来来、啊、这个，我操，完了，一个空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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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下等个 CD， 等个 CD， 三秒四秒。很凶吗？我没技能了。坏了，算了，先撤。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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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Nice， 八条没来。可惜不了，这波没办法了。哎，这波发条蹲的啊，好，哎，这个大是什么意思？好空。这波被反蹲了呀，有点小尴尬。他发条好像直接从线上来的吧，就是 B 完回家直接从线上来的。他，哎，他清线好快，他把我线清了进来了。是，等我们打了一条龙，耽误了一会儿。对，而且下路线没进去。发条刚用了什么？好像没用，你就当没用打了。算他怎么算？实现实现。他们蓝刷了，哦，我被眼看到了。怎么说？继续下路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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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中路塔的我都想吃，
别蓝下吧。蓝蓝也有，是蓝吧？先是蓝吧，先是蓝。哎，还在推、啊，推到野区中。哎，好、哦，九桶在。先吃完，先吃，走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打，四个，算了。这我走，我有一颗死的。先卖炒肉的火锅。嗯。看家里人，我吃了。发育一下吧，我们这现在已经中野优势大。嗯，上路也优势，哎，上路也优势啊。他被抓了，应该被抓了。对。帮他顶个脸。哎，发条就上了。嗯，发条怎么又游戏上了？还没有机会啊。酒桶在我这儿，酒桶有秒表的，秒不掉。酒桶在这儿，酒桶在这儿，秒不掉，小心点。你先排下戏。嗯，越不，感觉越不了啊。波比的塔不太好越啊。你去他野吗？嗯，下野，我会中血。酒桶应该再刷 F 六。你可以蹲，好、啊，吃掉。刷完了，在这儿。还是后面反动。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好没上来。哎呦，这开个 W 低哭不了。哇，严君泽 AD 这么猛吗？啊，不是吧。下俩吧。去。嗯，被杀他感觉。不行，后面有人算了。这越发条他不太好。感觉这把打团我们如果切不残没 AD， 我们要瞬间融化，我们装备太好了。我。走。怎么这么多人？回来 ，nice！ 快空大，空大，空大！哇，好 poke！ 没事干啊，现在我 A 七 A 七还差一点，不差一点。逛街逛起来了，我这。然后我们打团一秒都没 AD 吧，我们两个伤害应该够的，我纯输出房子。他 AD 多少级啊？十级应该可以秒。可以，只要我打团挑起来就好。我 EQ 闪他了。他们去拿龙了。嗯，这个龙只能给了。嗯，可以。找一下他们走了。兄弟姐妹们，是这么快啊？这冲刷野，不行，真得弄他一波，弄他一波。你这一波上网试一下，他们应该有机会。嗯，波比有水银。他死。然后我也在赶，你单吃吗 ？Q， 他死了，有点小肉。哇，没事，不是吧，阿 Sir？ 哎，我省点燃了，早知道不省了。看一下，可以。哎，我好烦。哎，他这个完了。哎，快救我！严俊泽来了，哦，可惜，哇，伤害好高啊！完了，灭了，
不行，等下真要秒这英灵的。他刚用闪了吗？他没用，没用，没用。但这波我用闪了。嗯，有点小坏呀、啊，现在。波比有点肉。哇，这个波比好肉啊！而且他前，我看他前面捡了个被动，不然一个 QQ 死了。嗯，哦、我以为 Q 死，我想点燃了。嗯，不然他早死了。嗯。难吧，五秒，我去完红会快满打。谁来呀？他们五个人抱团了。哎，哎，这眼君子，哎，落单了，兄弟，好像打不断。打到了，打到了 ，nice。他应该逼个闪吧，逼个闪吧。或者我去上面等他，等我动动，能秒吗？哎，他没事没事，我走了，这边你可以过来下路了。来，我三秒 EQ， 两秒 EQ 了。哎，我被减速。Nice， 回头人呢？八条在中。八条、哦，你这状态行不行？哎，我有果子，我有果子，我有果子。Nice， 他技能交完了。哎，不行，没事没事，招闪了，只要有闪，没闪的话，别我。看一眼，嗯哼，大龙打不了啊。哦，这三件套还差点钱，这波小龙团打吧，他没力没闪了，一秒他，知道吗？嗯，可以。空大了又，哦，我们 AD 在被蹂躏，下路线，哎，你是大龙，大龙，我直接冲，行，我直接推了，他们不会打大龙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哎，心有事业，这波是我最强一波了。我找个机会，我们先去。哎，对他先扫一个。你可以找个。哎，我下锁，我以为那个是人。我开了，怎么说？哎，算了，人不急算了。我去这边，我去这边。嗯。哎，我被化妖看到。他们 AD 是没闪的。等我。不过我们卡莎补得到输出吗？我把这波线往里推一推。嗯。打了吗？等一下。我先上去收果实。算了，我们那个不在，上来不在，上，推中。没事。走吧，他们五个，走吧，往上面走。哎，我这位置还不错哎，怎么说？没闪啊，我没闪，跟不上。AD。你上了，兄弟。没事，我瞄着。我来了，我在后面。哦，算了。AD 死了。你说吗？死个锤子死。这露露啊，这个露露不对劲啊，这位置。哎，怎么露露还有大招啊？嗯。啊，他也是真。怪了，大龙不会丢了吧这？哦，他有绿叉，没绿叉也死了。哎，他露露把我 W 点顶了，不然也能杀。他能偷掉发条吗？有点小尴尬啊。这好肥啊，三件套了。对，
打团必须得秒。他回去四件了呀。是啊，有点小尴尬现在。嗯，想一想，还是得找机会开他才行。他闪现没好，闪现没好，就这波他要出来支线了，来，我在这儿，我睁眼钓鱼。人呢？那我吗？没了，来，能收吗 ？AD 兄弟，坏了，是。哇，波比最后的不行，得撤。哇，切不死啊，这跟不上那个位置有点。嗯，感觉跟上也杀不掉，现在我们这个阵容有点难打了。不妙啊，这太肥了，他们 ADC 有露露能保。他受不了，我还能开要吗？这个位置，哎，跟不上车，太远了，来闪。哇！太痛了，兄弟！他那个感觉三刀你就死了，那个夹子直接把我打成这样。嗯、要不我两个抓单算了，感觉打团是真打不了。打不了，我去偷人。嗯。他有个绿叉秒不掉他，对，而且还露露。等我们 ADC 装备，我感觉等不到了呀！现在已经两件打四件了。哇，你看他装备四大件。还是死亡之舞，这个死物一出不可能秒得掉了呀，确实这个线我都清不动了， AD 能不能来吃线啊？那我来先打这轮，我抢 打得了吗？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感觉那打不了也得打，感觉我打四，这中线不然也拖着吗？你先 poke 一下吧，秒不了，没血了，流动死了，这个龙应该可以，跟不上，没事，我去切 AD 了 ，AD 他要死了 ，AD 要死，能杀吗？小龙，应该他死了 ，AD 死了，应该，不好意思，接不了这个，回一个 ，nice。他交了闪吧？交了闪，我这波重伤，硬切他吧。感觉是因为没重伤的原因，他吸着血，八条也没闪。OK。嗯，帽子法穿。帽子法穿吧，不是帽子法穿，感觉要打不动人了。嗯。
发条在上，求你。哦，这波团还是得打。你想验多久？我30秒。30秒，大龙43秒，正好。大龙团，你直接闪现双打，给我踩了个，踩了个锤锤。哇、哦！刚出降临踩了，我差点被灭了。等一下，我可以打出帽子，这波、大龙，我再带一波这个帽子。一波现实大龙。抓他单吧。他瞄准应该好了，他的中央。哎 nice， 哇塞，可以，哎，给机会了。发条没闪。AD 来了 ，AD 来了 ，AD 来了。我没大。露露被抓。不行，防御塔上，不行，兄弟走。哇。这伤害，快走！你可以，我操，这是什么？这接不了啊！这团，这团接不了，走！我操，三刀一个，这在干嘛？没伤害呀、啊！我这个位置有点难。我这抢龙吗？你也没状态，我们就抢一下吧。我回去踩一下。你先去。你等我一下吧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把露露秒了，应该是。你去偷。哎呀，不行。回去 ，nice 啊！快走，快走，龙给了，龙给了。我好帅，确实，哎，不过他刚刚AD没出暴击，出暴击你就死了。来，我没被，来等我一下，我多久到？多久？好呢，我没掉死，不会一波了吧？好像打不了、啊。这波比我都不想走了，暂时。等他们两个伙伴状态吧，伙伴状态之后，我给他开了。哇，这太痛了，一个暴击，很棒、啊、来吧，最后一波团，来吧，没办法，就他，来，秒不了，我进不了场，那个波比一开个盾，我都 W 不进去，他把我一个 W 顶了。没办法了，这个啊，惜败，别 CK 啊！啊，嘎比，这眼镜者怎么杀16个？不是吧？有点猛啊！Lazy eye， 不是吧？这都败了，干吐了。哎呦，14000，不过是真打怪，所以我只能开团。哇，怎么打45啊？哎，我来 C 方，要黑下屏幕行。